最隨的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佢唔使同你鬥力，佢借你力同埋射你嘅力，呢度俾到幾好嘅答覆我嘅。我跟隨呢個師傅之後咧，我感受到好多唔同嘅嘢，就俾我進步咗好多，體會咗好多，接觸咗其他功夫好多。當年同佢喺一齊學嘅時間，跟住一齊學嘅時間咧，佢都啟發我好多嘢嘅，例如比武啦。同其他功夫不同的玩法啦，虽然我接触过这么多功夫，但是比较起上来呢，都还觉得我当年的功夫的命尊黄纯良师傅呢，他功夫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和出色一点的，比其他功夫命尊的师傅呢有出入，尤其是比早前的师傅有些分别，就一路玩到现在了，入门就是这样了。